郭富城当起老板，表示想好好经营事业，交棒给女儿。翻摄自郭富城 IG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香港天王郭富城今年四月与小他22岁的中国嫩妻方媛步入礼堂，并于9月喜获一女 Chant， 晋升为人父。相当注重隐私的郭富城对于女儿 Chant 更是相当保护，从未让爱女公开露面。不过今日他出席活动时，天王难得公开提及家人，突然自曝女儿会叫妈妈，向众人分享内心的喜悦。据香港苹果报道，郭富曾经为自家护发品牌站台，被问到老婆方媛和 Chant 日前被狗仔拍到在阳台上放风。女儿 Chant 拥有一双浑圆大眼和樱桃小嘴，一向对于家人问题低调不答的郭富城竟然松口开心表示是啊，眼睛好大好得意，还说女儿 Chant 三个月就会叫妈妈，让她觉得好奇怪。她嘴里虽喊着奇怪，却露出幸福微笑，被说是十足的女儿傻瓜。郭富城还透露，等女儿再大一点会主动 PO 出女儿正面照，还说现在要专心在护发事业，想做出好成绩，让 Chant 可以接棒。郭富城透露女儿开口叫妈妈，翻摄自郭富城 IG。